他们的书上说这个手啊，手有很多穴道。那你看手这个样子，萎缩啊，是那个筋啊，筋萎缩就是让它整个那个关节让它拉紧啊，拉紧，对啊。可是你看，它现在比较平一点。对，它原来沿这里，就是这样，就这样弯起来的。我记得好像那是沿这，现在这里至少可以弯一点。对啊。他之前是同一个姿势，就是一直弯着，不会平。那这个地方还是更弯的。嗯哼。我把我的那个，我要拿我的药酒给它擦一擦这里。哦。那个还放下面吗？拿一罐新的来，那罐拿这个来。不知道这一罐是多少 CC， 知道吗？有一千 CC 吗？就是搞不清楚。你要去看那个八度 C， 在上面写的 CC 是。你看一杯好像是三十 CC， 这一杯三十。哥哥。那是哪？他是哪一组？还是哪一组？啊？你喝了？是哪一组？要喝吗？当然不是。啊，需要用到这么大一杯啊？对啊。哦，你说这样泡的对不对？我觉得他弄在手上。要敷的。这原来他们的设计是用浸。浸起来。但是问题是，那个我妈妈太老了，不浸的话恐怕受不了。那个剂量太大了。对，我就把它用了。它那个药水你们算用多久了？从它一开始住院我就用了，但是断断续续没有一直用。哦。所以到现在才用了两瓶吧。那怎么会有这种人家介绍你这个？那个朋友说。我那个朋友他，我自己的朋友，他说他本来扭到脚，结果人家说扭到脚要手尾很长，手尾很长，所以会弄很久，会很久才好，可是他用这个很快就好了。我以为是你要拿纱布或怎么弄湿，就跟给它放上贴着，所以你是要贴起来，不然这样不是很容易那个。我以为是要拿那个纱布弄水，然后突然间真的化妆没有，然后半干这样，那样不会比较方便、啊。那样的话就只有那样，我现在的瞬间帮他按摩一下，而且这样比较省。你弄到那个纱布上，所以我看你的倒进多出来，是用我再倒去吗？没有，不用。对啊，所有的东西都不能倒回去。对啊，所以想说你那么大一杯，我以为你要吃。不会，这不是会很大杯。我以前还弄一次弄两杯，弄让它吸进去，对对对。让它挥发很快吗？它也蛮快的，它是金门高粱所泡的。非常的，它非常的效果非常的精彩，所以我
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为什么就停了，想不起来我为什么要继续。你说这一个药，那药水最多是这样，就是让那个血化化化瘀。哦，化瘀。嗯。主要是对于损铁打损伤这方面的吗？它是那个铁砂掌，铁砂掌。我先生一闻那个味道，他就马上讲出来他是什么成分。因为我先生年轻的时候有练，妈，玉英年轻的时候有练铁砂掌，就是用这个哦。那你知道练铁砂掌那个手，那会凹青啊。练铁砂掌，你们家兴趣真的是很特别。我有点闷啊，铁砂掌你哪练？不太像好像文绉绉的人。不是我，是我先生。一样啊，他应该也是文绉绉的，不是吗？你有看过我先生？我不知道，听你们这样讲，应该都是比较稳的。嗯。他年轻的时候，高中的时候练铁砂掌。这有人在教这种东西啊？然后练铁砂掌呢，那个手，如果你没有擦药酒的话，你手会起硬茧。嗯，会。等于是一直受损，一直受损，然后就会变成深深那个硬皮组织保护自己。嗯，就会很那个手就会。可是不是人家说大家雄厚吗？雄厚无比。但是你练这个，有啊，我现在可以劈砖呢，劈很多块。这是空手道吧？那真的叫铁砂掌。空手道就是铁砂掌那些。演变来的吗？哦，是哦，本来都是中国武术啊。哦。我们中国人说它是铁砂掌。嗯。那个日本人说它是空手就可以。哦。嗯，日本人最喜欢说道。空手道。茶道啊，什么道啊，什么都来道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变空手道。对，那就变空手道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原来的。嗯。哦，我们。中国人很少说什么道什么道，啊、除了道教以外，啊、没什么道。他们喝茶就喝茶了，没什么道。他们什么都是什么流什么道。我上次我们公司有请一个那个工读生，就是在学，他念专科是来我们公司打工，很秀气的，瘦瘦小小，算是瘦瘦，蛮应该算高吧，160公分。结果他爸爸是开空手道馆。然后从小就空手道，然后那个袋子说他就是什么几段几段那一种，说，你这个样子看起来一点都不对。然后他那个同学因为两个一起来打工，他是母老虎，跟着大他哦，一掌把你劈昏，好短耶，不知道讲什么。不要被外婆骗了，一手劈下你就昏了。我们有一个同学，而且还是国手型的，我想啊。女士好，看起好秀气，很可爱哦，一点都不像。因为我爸教我学的，我爸开空手道，就他教我要学，所以就对呀、啊。他有时候不在的时候，就帮我教小班的，就是老师这样助教啊，把我笑死了。但他的心一点都不大，所以每次听你们在讲话，我想说你现在应该跟你这样是学文学类的，结果你忽然间来个铁砂掌，咚！你现在念博士，你们的兴趣都很特别。他也是有他很多活动吧？我先生现在就是为以天下为己任，他现在要做圣人了。还 OK 啦，反正圣人自有人治，你看你叫他，他是来还是会来。没有，他现在在研究甲骨文，在研究中国的古书。然后他说，哇，他看到以后，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，所以很多东西都失传了。可是有些人一点一点发掘，像有些人就把他像孔老夫子的故居里面不是挖出来一些竹简。有一些藏的秘宝，那有些呢，最近那个
那个在那个在那个有一些挖古墓嘛，墓里面有一些竹简，居然没有腐烂。那还有一些是那个在，反正就是溜口口了，一些竹简不知道怎么样，没有烂掉，所以就有一些古代的文章就是流传下来。然后流传下来以后，就说那他们就去比较，就是这个竹简上面的写的这些古代的象形文字，跟汉朝那些就是他们传下来的文章来做比较，因为那些书都被焚掉了嘛，所以就是靠有一些念书人把它背起来，口述相传，就是把它写下来。那时候不能写啊，可是就是他就叫他的儿子背啊什么的。那后来没有人管的时候，他就把它写出来。但是呢，因为这样，所以有些就错误了，就像我们背书一样，背错纸了，我翻干了，那背错了嘛，对不对？背错了，有时候整个意思就不一样，就不一样。那我先生呢，就那现在那个什么东西啊，在那个大陆呢，有一些学者跟台湾有一些学者。就在研究这些东西，然后就去解释它，解释这些。你帮他擦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戴手套？因为我之前没有戴手套，结果我的手就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手没有把它弯曲，跟我妈妈长得跟我妈妈一样。为什么？所以我猜，以前我不知道。因为我五月的时候，我帮我妈弄脚，那时候那脚的时候就出很多那些黏液，那我不以为意，我以为脚就是老人家脚就是那个个屁啊什么东西啊，结果我发现我手，早上起来僵硬。我要很久，要动，它才会。后来呢，我就以为说，是我自己的问题。但是我不是跟你说我有去做，这一两个月我有去做那个拉筋，我做那个单杠双杠吗？然后我做单杠双杠这样的时候呢。做久了以后，他就发现这个现象没有了。可是前几天我帮我妈弄的时候，我就只有这只手，你看这只手这样磨嘛，所以我认为这只手没有嘛，所以我只有在一只手上。结果发现这只手一定，所以我就想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后来我就。阿姨 ，Hello， 你不是说有泡泡？有吗？没有吗？哦，有。我有看错。有，我眼睛没有你那么好。我想。那你到时候要把它擦掉吗？其实你如果这样，为什么干脆上去这样揉皮，你说比较多，对啊。因为觉得这样好不好处理啊？对啊，这样会不会比较舒服一点？这样不会比较好处理？反正你两只手都戴手套了。这是我想，我猜想，是不是这个东西进去了以后，就把里面的一些东西，一些坏的东西带出来？那是好转反应啊，那你应该进去的地方。所
如果说你是戴眼镜，是不是得抬头一下？不是，他因为我是 OK 的手，所以我觉得他是进到我的手里面。哦，你说他反射回去就对了。我本来想说是因为他也帮你，因为药酒都在你同时在你手上有作用，只是你以前不知道他有将来的伤痛，他现在帮你带出来，对吗？很多人的好转反应逻辑是这样。对啊，我懂在啊，我只是这样觉得。我有时候你那药草它有渗透力，它也帮你一些你可能之前有点小酸痛呢，不以为意的，那现在整个帮你带出来，就觉得全身是僵僵的。有人会这样。做肩穴的区域，它会酸痛，就是它的腰，因为肩穴这一节看到下半身。这个是什么穴？肩穴啊，哪个穴？肩膀的筋。对，我是专门对腰。穴不是都三个字吗？什么什么穴？就一个字啊。对啊。肩穴。对啊。肩穴、大椎穴啊，风池穴。对啊，就是三个字。还好哎，我们上次看也会有两个字啊，肩穴。肩颈穴嘛，我们就叫肩穴啊。他本来有人翻成肩，肩颈的颈。啊，肩颈穴。对啊，我有看过肩颈穴。啊，我都常常都背一个字，肩穴。好啦，肩颈穴，我会认真一点。因为你说肩穴，我说没有这个穴。因为我虽然没有背，但是我那个书有看过。我通常背背，我大概知道哪里。然后你找不找他背书的时候，大概知道原理就好。而且像我们这种实作，通常都是不算说是要临床，可是都是以手感为基。对啊，因为穴当然全身没有太多穴点，可是有时候刚刚是主穴，可是经络是它穴与穴之间的那一些，就是它的流向顺不顺。对啊，所以跟直接做很准那种经穴反射的不太一样。像小时候他用指压，有的是对穴位要抓得很准，因为要是靠做反射。啊，我们这种不是，我们这已经帮你带了，就全身都帮你带动了，所以原则上比较手法有点不太一样。你需不需要把它弄起来？那我现在弄了，现在做背部在帮他做。我现在是因为这个地方让你。肩穴好，这边它不拱的。你说我需不需要把它翘过来？没有，因为我连那边就是偏它凸起来。他说只能揉类似这样受损的地方，他的背就不行做喽。什么意思？那个药酒啊。药酒就他拱背的地方没有用吗？我没有用过他的拱背那个地方，我就只有弄他的。因为我不知道那边会怎样。是啊，搞不好对拱背那个。我跟你讲，其实呢，他做的时候，我刚才说整个是静，他做的是整个人静的，所以应该全身都可以用的。哎，他是整个人静的。全部用纯的吗？没有稀释的。没有稀释。那一缸泡一次就丢啊？不是，泡一个礼拜。啊，不能像人家那种类似把它装在蒸汽里面，然后就像烧冷烤箱的把它蒸出来，然后人在里面蒸，那种效果呢？没有渗透力吗？你说把这个蒸出来？药酒蒸出来。像有一些他们在做药草浴的人，因为它是属于药酒，那有些药草浴是它可能会有，就是水蒸气，它可能有个炉子，让它继续滚。像健全妈妈，她有去做一种，她说最近她朋友介绍，就很像小哥那种按摩，可是她中间的这个地段，然后开一个小缝，她没有跟我讲到底多大的缝，反正就是一个长形在床的正中间，那她人呢，就是她是一间一间人就躺在上面，背就刚好在那动的地方，然后下面呢就有那个
反正就类似锅子东西，然后不是很多药草嘛，然后就是不是滚一滚，不是有水蒸气？那因为它这个布帘遮起来是水蒸气在里面，可是它那个热气会就是闯那个风会渗出来，所以等于是叫做熏药浴，是不是？他说是熏肺用的，啊，到底有没有效我不知道。只是我一说你这种不能像那种类似这样子，它没有吸收那种渗透力。不知道，因为它。他是祖传秘方嘛，他的祖先怎么教他怎么用？啊，没有变化一下，没有变化一下。那我说我怪他，我会自己去尝尝看。因为他是祖传的，那他们祖传有传很多东西，但是呢，他当时他当时他说他没有全部学起来，他只学到这个。那其实他爸爸他们家有很多秘的东西，可是他们没有，他没有，他不觉得他当时他爸爸还在的时候，不觉得他是好东西，所以没有全部都学到。那这个呢，只是几个药草嘛，然后放着他看熟了，就是那几样药草这样。就浸泡，所以他就，他只要记得是哪几样东西，他就可以把这个。那至于其他的，他爸爸的那些绝招，需要更多的那个学习，他就没有学到。你看，他刚刚很轻嘛，那你看现在是不是比较，那轻的地方是不是比较？吹掉了。你看这边没有，就还是这样。所以我说它这个效果很显著。那你看这只手要做吗？那只手其实比较好一点。我如果有痛，我就会去。就会给他这样按一按，要不然你这样按不会不好施力，这样搓不会比较好施力。你说搓会比较好，这样不会比较好施力吗？我说以你来讲，这样不会比较好操作吗？好像是，因为我想说你这样一只手休息，下一只手揉一揉，但你要一只手撑着那边久了，我还是觉得一个动作发呆的话会手麻麻的。还是提倡人不动就很奇怪的。你知道算不算过动？我也很纳闷。像我今天小哥们，因为他们太早，他们其实下午时段比较少，有时候是晚上比较多客，很多都上班族，因为这些区域都是这样，上班族比较多。就因为最近那房间不是开刀嘛，我来代班，可是我下午开始做，真的不知道，都没电。然后每次就叫隔壁便当来吃，真是的。但其实应该想要去晃一晃、游一游，对不对？多好！因为我一天呢，就是在那打电脑比较多，所以我必须要有一个。动一动游一游。否则的话，我的身体没有办法支撑。这个月底要下高手，冬短，冬短要开始啊，冬季短腿到学生的，他每次每年大概会有4次比赛，上次是在天母，这次又回到高雄，好烦哦，天母的话就比较近。也是学生，中小学全国分龄不用比赛了，只是他这一次是冬短。你帮他揉的时候是也是这样揉吗？你说他吗？嗯。其实我们会这样，
出来的时候会拉一下。啊，通常在楼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骨缝边。那有的是不易边的时候这样推。有乳液我会这样推，没有乳液我会这样推，就尽量不拖动。我如果用乳液的时候我会这样推，像你那有水分你可以这样推。那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要按定点。因为如果我再一直推的话，它会脱皮，我也会脱皮，因为在摩擦嘛。可如果说有乳液或者像你那种隔离，有没有？等于是有一个润滑的区域。但我这样硬给它用那种揉搓方式，它会脱皮。你是说这样的？那因为你有水，又有戴手套啊。我最近才用那个润滑手套，我以前没有这种感觉。那我后来想说，那既然这样，我就戴手套。而且会已经到有点弯曲了，哈，表示他的筋已经开始在萎缩。萎缩的话，以老人家来讲，他再生能力可能就已经比较薄弱了。但是如果其实平常讲，你说有没有用？他现在只是他的负向会比正向来得快，所以譬如说他可能要花的时间会更长，可以至少有抑制的效果啦。你不要说让他更快速的萎缩嘛。那是基因的问题。我们现在看那个基因的部分有没有？其实基因它一个数据图表嘛。它在年轻的时候，我们正向会比负向多，所以我们正向的会就是会吃掉负向的，所以你还会保持你的年轻期。那慢慢的，它的老化基因会带高过于你的青春基因，所以你就开始呈现老态。那现在很多科技已经在发掘，就是用基因来修复，以前是细胞修复。聪明啊，我们细胞有弹性，活化细胞就怎么样？可现在已经不走细胞，就走基因，因为基因里面去找到为什么你会有衰老的状况，就是他们发觉，其实就是当你的反作用神那个基因比你的正向基因来的坏的时候，你就会呈现老态。那我们现在变成说，开始研发一些让你的基因可以恢复年轻的状态，去调整。我先生是基因，都是怪咖一组，又在讲那么多叫怪咖。你先生是生化，但是他是做基因工程。真的、啊？你这种有还有救吗？肥胖。我有一个同事，他本来100多公斤，后来我再看到他的时候，他只剩下70几。他说，他给我看一张照片，好好笑，台安那个减重班，他就拿他的照片，因为我没有看过，因为我不记得他胖的时候什么样，我认识他的时候，我记得他的时候他已经瘦下来了，然后他就告诉我他那个减重的过程。他告诉我说，他以前呢，减重根本就减一减又复胖，减一减又复胖。就后来呢，他就痛定思痛，他就吃菜。他原来吃菜都是在外面嘛，后来他就自己做，就水煮青菜这样。这是按照就是很乖的按照健康食谱来吃。那个，因为他们参加减重班，你吃什么东西都要记录。然后那个每周去的时候，人家就会告诉你，你吃的什么东西有问题，所以造成没有下降。所以他就一直改。然后他除了吃的东西改以外，他还游泳。他说他下班吃完饭。他就去游泳，就是去运动了。可
他这边条件好不好？那个他们没说怎么样，不过你做了那一天的隔第二天，他就他们说他大便大。他们说他还是有事，没起来。可能你有三天没来嘛？礼拜五、礼拜天、礼拜没有来，已经四天了。所以你没有给他弄就。我看那个谁没有做。没有，他们说子炫不做腹部。我们腹腔其实我就跟你讲，我们做这个呢，我下面要不要盖一下？还好，因为我的手是热的。可是上面不是不行。那这边其实脖子有围住在，而且再帮他推，他也会有热度。我怕他推推赶那个更流汗，你知道吗？嗯。反正我们肠胃蠕动之后把它盖起来就好了。嗯。哎。这真的是很磨人的，去做这个东西啊，啊，做这个很磨人的啊。来来，我们来，来来，你别打我呢。来，手打开，手打开，手上有很多神经细胞哦。好，来，我们动动。动动，你看手就变成鹰爪了。你脚掌心这边也要给它揉一揉，因为它尾柱会这一条拉紧。哦。所以你先硬拉，然后可能现在手指头比较松，可能这一条是紧的，硬拉它那个筋会痛。嗯。像到这种状况，可能就是至少手掌要把它软化一点，因为它反正这样嘛，硬拉这一条筋会延展。那延展的时候就会很痛。嗯。嗯。来，手给我，手给我，手给我，嗯，手给我，嗯，手给我。嗯。手给我。啊。嗯。手给我来，手给我来，手给我来，来。Give me five. Give me five. Give me five. 来 ，Give me five.Give me five. 啊，来，一二三，来，一二三，来，一二三。为什么会反黑？为什么会长黑？你发现？反青春。你看我的头发前面是不是也是黑的？底部的。那时候我跟我先生说我头发，我原来白得很凶的，几乎都全白。后来我跟我先生说我长出黑头发来，他说我痴人说梦。真的，因为很多人应该是白，有没有？可是后面是黑，就慢慢推下来，一直白掉。可是现在长出来细发是黑的。对，我跟我先生说，你看，所以我先一直，我一直跟他说，我长出白头，黑头发，他说，你要忘忘哎，但是我痴人说梦，我希望有一天我全部都黑。有些人练那个气功，最后都鹤发是吗？白，本来是，太多年了，因为他没有办法起来嘛，但是他可以自己在床上用那个尿壶来尿。打开，这样，嗯，这样，哎，对，你看，打开，
再打开。嗯。打开。嗯。好，可以给他扣起来。好。不要被人家把它擦掉。这边你要不要也拉一拉？我要把，我刚拉这个时候我没拉这个手，那我要坐起来直接放它后面。好好好。你要卫生纸吗？还是要用湿纸巾？那个手要擦掉吗？好 ，OK。要哪一种？用湿纸巾。说我妈妈身体都僵硬了，那这个工程很浩大。对，来，那小孩子在这儿。他是肩膀那个地方全部都僵硬。对啊，是我一捏痛。前面挡着就好。手自己扶着，不然会倒。嗯，手扶着，扶着，手扶着，手扶着啊！你妈，你手按着地，手按着地，手按着地。哎，这个手刚拉过吗？这个关节好像，还没直。那那，你手按着地好吧？看看是不是他那手肘。你说你上次那个那个脚黑掉的那个弄了三个月吗？有我妈妈三个月不会好。因为他毕竟有点年纪了，就说那个江，那个叔叔，他那时候应该有十岁上下，然后过胖，然后颈椎症，那个上半身他本身下半身不够壮，然后上半身好大的，因为其实还是看每个人的恢复状态，毕竟像他年纪大了，之前像帮他扶着或什么的。像我在奶奶，他好像是因为做人工膝盖之后，本来还 OK， 后来好像人工膝盖好像不知道多久就开始掉下来。
然后他因为他之前买都是细节跑他照，我觉得太吵了，我觉得带他出门啊，就我觉得是练太跑，就是超过了，因为他跟我讲说膝盖做好是要多走多动，可是我觉得说四十七太过头，他太过头的话痛，因为他本身我奶奶也本来就胖胖的，所以人工膝盖本来就是它可以让你方便，但是不记得你可以长期一直使用它，增加重量。那后来，我觉得有不打起也是一回事。后来因为他是小儿子，哦，应该是到处地有就，就车祸撞头脑袋，然后就已经身体不太舒服，突然一次就只能开始有点精神就短暂。然后久了就对很多东西觉得很没有，我觉得他应该放心比较好，因为儿子没有结婚，自己能力比较差，所以都是八岁就让他照顾，那又出车祸之后，然后就更烦恼。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一些症状除了外在显象外，有一些是跟他心理上的关系，他不愿意，我觉得会有这种心态。就像我那时候说的时候，在你内心说机会很小。我当时打不死的蟑螂，我说我一定会好。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是意志力的问题，就像学气功也一样，有人学起来，有人就学不起来。你会不会感应我？像我这种脑筋特迟钝的，对，神经大条的，要去练气功，我可能做两分钟就好无眠。下手的，也能组成一工团，这边都有了，天地人和通通都有了，外加地利。为什么不行？为什么不领情？我觉得，这个气功就是那么100种，不管你是哪一种门派，其实都是一样的气功。就好像你这样弄，有效。帮扶不同啊，只是我的意思说，你们这种，因为什么气功那些不是，还有一些什么目的？如果拿，不是很多人，我觉得。
觉得啊，有些东西会有独属一派。那我就跟他们说，没有关系，我们三个人，都是一样的。因为对别人来说，别人来说他们也搞不清楚你什么派什么派，对不对？嗯，对的。我们这三个人拿三个凳子坐下来，你坐完了就下一个人坐上，对不对？大家也不要挑，对不对？不肯挑人，哎，不挑人。那其实他们有没有挑我也不知道，嗯，因为我们都做自己的，反正。你要过来了吗？妈妈稍等，告诉你。来，你要这个碗。反正要最重要。嗯，我还有力气好像。没有，那边不行，我这边。你脚已经弄好了吗？对。你直接把毛巾给它盖上。身上的不舒服的地方，我就觉得好奇妙。突然我就想起了我第一天去做义工的时候，我们这些菜鸟义工，刚刚受训回来的菜鸟义工，去那里，那我们当然不会做，我们就是刚刚上过课，没有实习过。那些师兄们。就招呼我们说来啊，我们就他们有一些老师，我们是新来的，我们就分配，我们就跟着他们学，他叫我们怎么样做我们就怎么样做，这样子。等这些病，等这些要做的这些病患全部做完了以后，时间还有剩，那个师兄就说来，他们坐，然后我们当这些菜鸟的就很高兴啊，他以为要帮我们做，因为我们只是学了，我们都是没做，他也不就做完了以后，那个师兄跟我说，你腰是怎么样？我手一贴上你的腰，我的腰就酸得不行。我心里想，你在说什么？我身上的腰痛，你腰也痛。现在那个师兄，蛮快的。所以你觉得他自己胖压到自己痛，跟我没关系。我说这是怎么回事？嗯，我瘦瘦小小的。你那么壮，你腰也在给人家痛，他还赖到我。他说我的腰从来没有那么酸痛过。他说你的腰是怎么回事？被传染的啊，腰痛会传染啊，发现一件事。但是问题是，我一点都不觉得痛。我说没有啊，我不觉得痛。说后来是怎么样的？肾脏啊。肾脏在怀孕的时候有并发症，就是肾盂肾炎，所以我的肾脏如果用超音波去看的话，不是超音波，是超音波，它不是平滑，但是我说过像，所以可能是我想，可能是我已经习惯没有酸痛。耐操了，所以我不觉得。
又是新的。戈壁黄黄。我觉得是天气出来。然后继续。对对对。要晚回去的。啊？你比较晚回去的。对对对，现在几点？现在7点了，7点现在说没关系，反正要到8点。哦。不要紧，他叫了。八点就会赶，而且你看这个还有这么多，我刚造了那么大，对。你要把它弄完。结果呢，他就跟我说，那我当时是不太以为然，但是你说的几个月以后，我突然的感觉。你先去照片屏吗？你先去照我们肾脏片屏。那去照照看，我没有去照，去照照看，而且那些放水凹凸面应该先拍一下，然后做好了凹凸面变平了，我觉得见证到。我觉得不太可能嘞，凹凸面为什么会变成平的？我告诉你活化啊！我告诉你活化啦、啊！真的活化了以后，凹凸面就会变平的。我不知道，我说你练了那么久，搞不好还有它神奇功用。我说你没有去证实一下有。后来我离开了那个公司了以后，我就没有再做了，因为很忙。哦。那个地方还有吗？还是后来就解散了？那我走的当然就解散了，我是灵魂人物。我在那的时候，我还弄那个素食团，因为我要吃素。太奋发向上了。那你知道？吃素，那有时候下雨天呐、啊，大太阳，你都去走很远，那边吃素不方便。哦，所以要自己。所以我就组一个素食团，然后就你叫大家来登记，因为你一两个人家怎么会送？哦，那你必须要有集结人一起，对，大家团购嘛，好吧？我们现在流行话就团购。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搞这个。我以为你是说教他们煮素食，那种才叫做素食。哎，就是团购啊，好吧？就是打电话去告诉他们，团购啊，有几个素食，然后他因为够差不多，至少10个20个人家帮他送。对，十几个他就送了。对啊，所以一个两个他可能帮你送。可是后来因为我们实在是人数很多嘛，所以有时候像礼拜六。吃的就很少了，因为大家要回家。那时候我们礼拜六还要上班。哦，对。哎，所以我们礼拜六要吃的就有可能只有一个两个。那时候他也有帮我们瘦。对。就这样。你看这个地方，你看这个地方，这是肿起来吗？这点水肿。这是不是肿？这是不是肿？有点浮，他那种脱水肿而已，不是肿起来。因为我刚刚跟你讲，他走了，他脚其他这一段，你知道吗？嗯。脚板都好像比较会有水气，其实应该他循环回不去。嗯，就像讲，有时候把他脚抬高一点嘛，至少让他气血比较好一点。好，那就这样。你这可能要稍微垫一下，因为你那会流下来，那我怕他袜子要湿。对的。好，走吧。好，拜拜。哎，小琪，请问一下，今天那个谁会在吗？健全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直接就回去了。你回家了？对，我跟他直接回家了。哦，因为我他好像9点多10点回来。我昨天听他，我昨天在那儿的时候听他说，他那边好像很多师傅都走掉了。你说台北那边吗？这里啊。他这边反对主要是他跟我，啊，其他都是约聘师傅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听他说他请的师傅，好像这一天那都还是怎么样？是早期的啦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，我昨天听他在讲，我就是想说，他说是这样吗？不知道，你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师傅？本来住店师傅是他而已啊，其他都是约聘师傅啊。约聘师傅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有很多师傅是不会在店里的，他可能在做附近，有客人扣他来。他就不会被店绑
他现在已经26，他有事嘛，所以他那时候我是因为我们亲戚关系来帮忙，所以他还是会陆续找师傅啦。因为乐器的师傅跟副建师傅其实有电就会绑住啊。那他今天又不能找一个师傅，除非他跟他谈条件说是请月薪或者是怎么样，人家还愿意整天在跟人吃饭，有客人就做，没客人就待着。他不然其实像这种师傅做拆账。那他那些师傅来跟我说，他今天他下午这段时间其实平常天开店的哦，从他这个点位置，因为上班多，你要也大概是要5点6点的下班以后，你可能晚上那个时间才多一点，白天的客人数其实没有到很高。你说有些老先生老爷爷，有时候睡午觉时间要有3、4点才来嘛。那他变成说，如果叫师傅，如果比方说店12点要开，那变成真的师傅就要2、3个小时坐在那，其实比较没有客源的时候。那有的师傅他觉得他宁愿在家睡觉啊，他是不愿意在店里待着的。对啊，那他之前他也是在那边的师傅，我是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过来帮他，因为这是他跟那家店的，就是本店原来那家店的问题。如果去看他师傅，因为有人是想要喜欢在家近一点，因为他有一些之前师傅是市上的，你说要去杭州来回一趟，到底行程上 O 不 OK 方不方便，是他们自己。对啊，那我能帮你就是说短期你有尽量帮，但其实现在变成说，反正有一个黄先生嘛，他住店，就是开刀，那变成24，我实际上很早到很晚才能，那他26不在礼拜六我要待，礼拜天要叫我待，其实我说的时间就老死，那其实会造成很多困扰，所以小哥其实应该还在应征其他事情吧，啊，再不然就是他打工无声一点。就是有师傅有客人的时候有路这样，啊，因为他自己本身也不肯天在这边，可是对我来讲，我大老远跑一趟，在这边耗时间，我也会你也知道，我这种没有动，我就会想歪。对啊，而且现在年关快到了，年关又怎样？就是糖果订单越多。哦，这样。所以我也忘记时间，就是我忘记的时段。那问题是我现在因为26日来帮他，说我13、5要把我客人全部集中在单点，所以我变成有一整天我要操很久，或者一坐要坐10几个小时，然后第二天就，你说这种休息方式其实我不能长期这样，我宁愿是譬如我今天5个小时，明天5个小时，我是分开，那为了来帮他说我把客人调在前面，那就从早到晚就操死，然后礼拜天晚上我要去装一个妈妈，所以礼拜一其实是我最累的，因为礼拜一我5点要起床。早餐，那我就赶出来工作。然后礼拜四如果说班，应该是晚班，就变成我现在因为房间不到2点就要，1点就要到，1、2点就要到，就要到晚上。那对我两个人太累了，然后我的私人空间就不见了。我很想等我请我帮我们东西的。没有，我问你这件事情是我本来我是想跟他建议，因为他是算是新开店，对不对？
算在叫芳疗跟植发的，所以你看我那种植发的专家跟用的精油熏香方式是整套的，所以我们那种作业做模式又跟他们不太一样。像我们还帮客人做脸啊、护肤啊、塑身、雕塑啊，对啊，还有一些美容美发，所以像你现在爱笑的，对啊，就我妹他们，我妹也开植发馆，所以我们做的模式不太一样。还是我其他有其他工作安排，今晚来这边素颜，我礼拜一、礼拜一三五就要上妆。因为遇到那种爱漂亮的小姐们，她们就知道你要穿的那种清，你知道啥了我那一种，对啊。所以，就是说，我本来那种都很 OK， 我那边的店也有做，就是我们经过油压的，因为小时候真的缺女生，因为有些男生做油压的小时候不好，真的这样吧。所以进来帮忙，因为他现在用这个健康餐，他现在因为还有那个店刚好收掉，他就可以全心全意。因为其实他两边这样跑，我觉得这样两会负担大一点，因为他光这样跑，而且他外面还有客，太忙。可是我，还就看他怎么安排啊，我也不可能长期做你的事。我只是想说啊，有没有可能是他就是说那个新的客人？因为他自己，因为他现在，因为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不是他，那是跟说你从那边跑过来做这个的，那他是过来，但是呢，如果你就直接问小飞就好了。对啊，如果他在你那边，我有人要问，然后问他要不要，就是他上次呢，他那个人来问。那我刚刚家有他一个，小哥这人蛮宽容的，他有他的原则。可是我是觉得，因为其实你看，你看很多地方新开的，就是你一开始要。这个我不能叫别人，这个我说你就要跟他直接谈，这个我也不会去跟他谈，因为我现在立场是我来尽量帮忙，但是如果干脆开出他的经营模式的话。我不想揽这种责任，因为我不可能一辈子帮他，我想来这边因为他的父母没有办法帮他，然后哥哥姐姐也都在忙。那我因为我刚好有这部分的技能，跟他能够相处，所以我尽量帮忙。可是我以长期情况来讲，因为我板桥我本来就有，我的住家我有考虑改成工作室，对吧？因为我们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住，然后我家有四十几平。这么大间哦，这其他方的等于是废墟啊！所以我其实我把它放进去整理我家，就那边卡。就像我这下午如果真的干嘛，我可以打扫家里啊。可是我现在不行啊，因为我今天刚搬家，然后最近还在应征师傅，因为这样时间越多，不然我一开始就搬了四个小时，所以现在这个时间只能拉长，因为那房间抢地啊，我就很怕那房间到时候他到底要请多久。他只是去看医生，不是吗？他开刀，可是好像说没有开，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开，我也不确定。他医生不行吗？我到底看没开刀？医生说他开刀，他说可能考虑开刀，后来因为不舒服所以请假了。可是请假好像听说没有开刀，反正说是听说了。我听说我都不知道他是什么状况。了解，好，谢谢，拜拜。
要走吧？你穿那么少衣服，小心呐、啊！要穿好，要把衣服穿上去。对，我洗好，我去呀、啊，这么衣服洗好，我一样。不是不是，你要先把衣服穿起来。好，我去拿睡觉。哎，赶快去穿衣服。对，我拿卫生，怎么叫？袜。袜，对对。你要赶快穿衣服，今天天气很冷哎。对，谢谢阿姨哦。你赶快穿哈。好。还有毛巾。来。啊，谢谢。
Thank you.
上，好不好？嗯，要说说吧。从头了哈，什么？从头了哈。